妈的，真的不觉得现在夏天真的是热到一个，是没有勇气走出门呢，只想待在冷气房。气温上升了，这个是无可避免的，是没办法。所以我就会常常准备一些冷笑话，然后大家消暑一下。哦，对啊，确定有消暑哈？我问你啊，一直流汗会变成谁？你这个笑话逻辑，流浪汉。贝克汉，贝克汉，成吉思汗有中了吧？不是，都不是，那是什么？会变成捍卫战士。啊，还有一个，为什么害羞的人他夏天都不出门？害羞的人像怕热啊，还是说有些人想要白就怕晒啊？还是怕成为你口中的捍卫战士？不是，因为他避暑。好的，所以观众朋友，夏天出游就是一场灾难，对不对？还是刚刚听那一整段都是灾难？还是说其实做足功课啊，夏天出游也还是很开心的啊？对啊，这个你们啊，你夏天很喜欢出门，功课做足，你把冷气扛着都开心。